放一杯就做好。哎呀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放一杯就做好了呢。买两百块。两百块，百块，现在这五块哦。因为鱼市。哎，百百下你。鱼市没有货。百。鱼市大家没有货，因为昨天台风天，没有人去抓鱼。没有人去抓鱼。给你看两只只，走来走去。对，鱼市没有货。那有咩？你叫你去骑下去，我骑只两只只。等下你，你要两百格力哦，好，这老人吧，老人吧，老人好，这全部给他说没有了，全部给你了，没有全部给他了，哎，你讲无啊？无人吧咯啦，无人吧，个是哦，无人吧，哦，全部给他。还好便宜，你开都全部给他。是哦，两百块看你丢了。来，把用，把下，把下。这几天白天多，各位啊，各位，多哪有啦？因为今天的东西不多，所以嘉义现在清的话差不多。对呀。因为今天的东西不多，嘉义现在清东西差不多。沈爱玲，你的蛤蜊有帮你留了哦。对呀。对呀。那个刚才那个嘉龙你说的要鲑鱼你看到了哈，直接点兵就搞一鲑鱼，你看到了，我把这个包了，你说你要的鲑鱼。我好像，我包过来，明天会去土城吗？会，会。土城的货已经备好了。土城的货已经备好了，所以一定会上去。我跟你讲啊，土城风雨无阻。对啊，土城，我跟你讲。就算现在台风在刮，后面的嘣嘣嘣嘣嘣，后面在嘣嘣嘣嘣，然后上面的雨伞被吹走了，还是白，那懂了吗？就算他淋的全身都是雨，还是卖，还是卖。拜托，风雨有一次卖到下面都淹水了，丰原跟土城一样，丰原有一次卖哦，卖到下面淹水哦，下面淹水哦，还是卖。